位于香港国际机场的超级一号货站，为100多间航空公司、超过1000间货运代理提供服务，每年可以处理高达350万公吨货物，全年24小时无休止运作。直勤经理辉哥负责管理日常货物处理流程。可能我哋啲同事喺度装紧啲出口货嘅，咁另外一部分咧就可能同事有啲喺度做紧交收咁样咯。咁另外一 part 咧就系喺我哋拆卸嗰度咧，咁我三个部分都会同一时间去做紧嘢。货运站当值主管 K C 除咗会同辉哥紧密联系，仲会不时落场亲自安排人手调配。啲客户咧就将一啲嘅出口货咧就交俾我哋啦。咁你见到上边咧，我哋即时会有一个重量咧可以反映得到嘅，跟住咧嚟呢度睇一睇个磅啱唔啱先啦。跟住如果正常冇问题之后咧，佢就会利用我哋呢部电脑收货机嗰度咧去收货噶啦。六层高嘅货运站，三楼有一班员工喺度拆卸紧由停机坪拉入货站嘅入口货物。咁佢哋喺度做緊啲咩咧？喺度對緊啲我哋叫做提單號碼啦 ，area bill 啦。咁啊，因為每一班貨咧，我哋都會喺拆卸之前咧，會 check 一 check 佢個狀況嘅。以前可能我哋就咁處理完啲貨俾咗佢咧，佢就好滿足，咁啊攞咗貨咁就好開心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即係話我哋每一個處理嘅程序咧，佢都好似即係會比較想清楚啲，個透明度要高啲。客户要求越嚟越高，希望得到更全面嘅貨運服務。快、靚、正，係啦。咁啊，同埋我哋都會提供一啲比較貼身嘅服務啦。轉口貨嘅時間好短咯，三至五個鐘頭內咧，其實轉口貨已經幫你安排曬由 A 機可以轉到 B 機嘅。咁如果好多地方咧，其實個轉口嘅時間咧，相對嚟講可能要五個鐘頭至八個鐘頭嘅。航空公司喺貨物起飛之前已經通知香港空運貨站航班嘅貨運交收狀況。仲可以透過手機程式同海關、貨站、貨主無間聯繫。而家世界各地個機場咧，大家都競爭得都比較激烈嘅。咁如果我哋冇呢啲咁嘅優勢維持到咧，人哋可能會選擇其他利用其他機場啊。一晚過後，貨運站嘅戰場就會轉去濕貨區。咁我哋貨站嘅消活貨物處理中心咧，係位處於最接近停機坪嘅位置嘅，以確保咧我哋嘅消活貨物咧可以咧喺最快最短嘅時間咧送到客人手上嘅。例如一啲海鮮啦、刺身啊咁樣啦，又或者係一啲鮮花啊，可能係一啲雜誌啊、報紙啊嗰啲咧，其實都喺我哋貨站嚟講都係屬於消活貨物，因為係好需要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需要交到客人手上咯。貨運量不斷提升。Stephen 話：夜晚周不時都會出現貨機泊位泊滿嘅情況。正如而家我哋位處於嘅貨運停機坪啦，喺晚上最繁忙嘅時間咧，好多時所有嘅貨運停機位咧都會泊滿曬貨機嘅。例如呢啲嚟自日本福岡嘅魚生，下晝四點抵港之後，會由停機坪第一時間拖去貨站嘅鮮活貨物處理中心。需要兩個鐘頭以內嘅時間咧，就可以將依啲咁嘅鮮活貨物咧交到客人手上，咁就可以去到出面嘅餐廳啊、市場咁樣咧，俾客人喺晚上享用噶啦。我諗做依行最重要嘅係個人嘅靈活性啦，航班嘅時間咧，其實不停地都有機會會改變嘅。咁我哋亦都要即時間去調配我哋嘅資源啦，去確保航班即使佢係遲咗到達，我哋都要確保佢係準時咁去開出咯。係啊，我覺得空運同速遞呢樣嘢係已經好吸引啦，因為而家都冇乜其他途徑係可以比呢個更加快同方便咯。同好多年輕人一樣，大學生 Stephanie 近嚟中意網購時裝。今次買咗三條裙啦，一個散紙包，一條手帶同埋一對高踭鞋。呢間新加坡 fast fashion 公司不設門市，每星期網站都有新款時裝推出，接受全球客户網購。No one is waiting for 3 weeks or 4 weeks lead time anymore in terms of getting the samples. People are getting expecting in 2 or 3 days. So that essentially is fast fashion. Evany 話：公司成個概念由設計、採購、生產到顧客購買、運送，都會用盡方法縮短時間。互联网联系世界各地产品，
香港一 click， 新加坡货仓就开始预备。公司一收到订单之后，就会即刻在货仓度执货。而速递公司每朝就会去货仓，将一件件包裹运送去服务中心，经巴曲核实之后放入大袋，再运送去机场入面的货运站。From the moment that a customer places the order to the moment that the customer receives the order, we pride ourselves to ensure that our in-house target is to make sure the pick pack to X warehouse to customer within 24 hours. 仓务主管阿里认为，对比传统市场，网购时装可以俾客人无时无刻购物。Difference between a traditional retail store and e-commerce, basically the convenience that we offer, you know, the convenience to shop at one website with the widest variety of shop. 我覺得上網買個好處就係、是，我咩時間都可以買到，即係譬如。有時三更半夜都可以上網買，咁我出唔到街，或者有時好忙咁唔想出街，就可以上網買。航班由新加坡飛嚟香港，速遞公司就會漏夜起行，將網購貨物運送去中轉貨場，趕及喺第二朝分貨派送。新加坡網購時裝最快兩至四日就可以直送到香港客人嘅手上。如果你上網買嘢，係一定離唔開呢啲快遞。或者空運噶啦，係啊，即係一定要靠佢哋去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係咯，都係習慣咗啲嘢係送到上門咯，即係好方便俾埋你，唔使周圍走或者好麻煩咁樣。貨如輪轉並唔係單靠貨機。每日有接近四成的货量是透过客机的机肚运载。这班由雅加达飞来香港的客机降落之前半个钟，地勤职员已经准备就绪，由货运站将一阵要运上机的货物拖晒出停机坪。每日都要同时间竞赛的 Ring 是这一班航机协调进度。现在都是等架飞机埋嚟咯。應該仲有大概五至十分鐘到隻機就會埋。我哋會睇咗入口嘅 loading 同埋拍好曬啲架撐先咯，跟住俾隻飛機安全咁埋位咯。飛機拍好之後，地勤人員隨即會卸貨、卸行李，仲要為飛機進行安檢，即時加油。同一時間 ，turn around coordinator Vinky。就在機橋上準備打開機艙門，一機到，跟住就即刻埋橋。咁我哋會盡快係落客，咁同埋樓下嘅話就會係落行李，跟住就落貨咁樣咯。好頂，好。咁我哋有七板貨，行李箱有四隻。得，好，唔該。唔該曬。呢啲車兜已經係開始喺度落緊貨，咁基本上大致上冇問題。咁我而家要做嘅嘢就係。對翻出口嗰啲貨，同埋陣間再翻 check 翻入口啲貨有冇錯，或者有冇啲損爛嘅，咁就要如果有損壞嘅話，明報翻俾入邊聽咯。我哋依家爭緊一個客兩件行李，我想問要落幾多隻？頭裝落兩隻。落兩隻。時間大概一個鐘頭到咯。咁基本上你落嘢半個鐘，同埋上嘢半個鐘咯。都非常之緊張㗎，因為隻機都得翻半個鐘頭去裝機。咁我哋要睇翻佢嗰啲扣啦，有冇扣翻實啦，同埋個網會唔會鬆啦？因為你如果你太過鬆，佢會撇曬落嚟嘅話咧，咁塊板就有機會冧噶啦。咁而家咧，基本上入邊就 OK 噶啦，冇問題噶，咁可以正式裝嘢。依家實質真係爭緊兩個客，四件啊！呢個96709要落幾多隻啊？96709，都係兩隻。除了航空货箱，飞机下层仲运载住乘客的行李，同埋俗称包货的散装货物。系啊，因为啲货比较大件嘅话咧，就要谂其他办法可以将佢摆上机咯。如果真系再最后摆唔到嘅话咧，有机会 off load 咯。我今年齐客，我拎齐客。咁依家佢楼下就准备闩门，咁我都要准备上去闩客门啦。就系咁啦。你臨埋尾係好擒㗎，齊客，
Thank you. 香港国际机场每日带来四方八面的客人一起经历非凡旅程。香港是一个很快的转口站，所以很多地方很多 airline 都会来到香港做一个转口站。空运枢纽吞吐量世界第一，是香港的心脏，为经济提供血液和养分。可以好似跳出了你住的这个地方，拿到一些漂亮的东西的机会会多了很多。为什么顾客是愿意用金钱来买时间呢？希望货物是透过空运更快到达到他们的